的巴黎依旧涌动着喧嚣。偶然之间，我看到了一张张从广西苗山里寄来的照片，一个个女孩子的童年写真。据说这一切的缘起是一个叫芳芳的法国女人，不过现在的她不在法国，而是身居苗山十几年。还好久居巴黎的朋友盛刚又给了我些许线索。你跟芳芳认识多久？20年，真的20年。对她那么久，你对她最深的印象是什么？她是一个比较时尚浪漫的一个人。我们好久都没有见到她，知道说啊，她好像在山里边生活。真正知道她在那边具体做什么，是法国电视台的报道，还说她在自己搞一些自己的希望工程。是的，法国刚刚过五月风暴，有很多的大学生，很像做革命性马克思性啊，毛泽东去街上游行，戴那个中国的帽子。那选择学中文，反正就是跟这个是实在是有关系的，就是爱闹革命了。毕业以后当导游。80年开始在一个法国的旅行是当导游的，专门是在中国带旅游团的。我做了很长的时间，中国的游店的都去过。我当时是看长城、故宫啊，兵马俑什么。现在也带很多的国外的朋友来这边，但看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现在我这是接待他们了，现在他们看的是另外一种中国，另外一种世界了，对哦。Matelot, matelot, matelot navigue sur les flots. 融水到大年这路特别的难走的，刚开始我也这里也没有车，所以要坐班车来，也需要用2天的时间，在半路过夜的，过三江啊，再坐船过来，再坐船的到大年，坐这样的船到大年。但是你第一次接触苗寨是在什么时候？这个是很久以前呢、啊。我先当导游的时候，去云南带一个团，我们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，就是在云南西南的开原那边的一个苗寨的。这个路很烂，因为下雨了，很多泥巴的，很难走的，非常穷的地方的。后来我们进一个房子，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在喂她的孩子，她穿的衣服是全部是绣花的，从头到脚了，进一个一幅画一样的，好像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感觉的，好像这么美丽的一个事情我从来没有看过了，就我真的是入迷了，就感觉像你的一个梦一样，那幅画面那么美，然后我就一直寻找美丽的这种感觉了。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，你开始了寻找20年，在寻找苗寨的这种美，到现在你完全住在里面，就变成了一个苗族的女人。后来就到这里，就又发生这种感觉了。我一直想找的地方就找到了，找到了我的梦想了。Chaque frère
Jacques, dormez-vous, dormez-vous. Sonnez les matines, sonnez les matines. Ding dang dong, ding dang dong. 这个叫什么名字？张培英。你接下来进来吧。啊，魏大伯，我啊，啊，你看，魏大伯，魏大伯啊，啊，你好，叫你们，啊。小黑板你不知道写了多少个了，可能是将近一万多了。因为我们付出五千多个，可是有的很多的每一年有很多，要么是毕业了啊，要么是放弃学习的。而且你们扶助的这五千多个学生是遍及了多少乡镇？是在有将近80个村呢，在六个乡，这六个乡在3个县，三个县六个乡80多个村子，也是两个省啊，两个省，贵州和广西的，都是拿着这个小黑板，反正都是也是让他去给这孩子写了黑板，然后照了一张照片。对对。动人的画面，一个似曾相识的梦境，带着芳芳义无反顾地走进了苗山，扎在了苗寨，住进了吊脚楼，成了一个地道的苗婆。她深深地爱上了苗族的一切，这种爱又化成了一种力量，让她再一次地成为了一个母亲。 Bonjour mademoiselle, comment tu t'appelles? Bonjour, je m'appelle Lenzi. Au revoir. 就是爱闹个名字，我是总干妈。叮当咚，每一年我们协会发300万，我们出租5000多个学生，将近80个村，6个乡啊，3个县，2个省，我们全部是免费工作。没有他的话，我可能在赶鸟。养他就是他的奶奶，妈妈走了，爸爸走了，都不回来。在巴黎寻找芳芳的浪漫身影，芳芳已在她另一段旅程，因为现在的她在中国找到了她生命的全部内容，这是另一种浪漫，让人感怀，让人深思。此时此刻，法兰西的浪漫在我的身后如潮水般退去，眼前隐约中又浮现出层层梯田上的苗婆身影。初中的
在共和国了，对对，有，好像这里就是没有别的希望了。读完中学的只能去打工，不可能可以想一些别的地方。有时候我的一些朋友问他们，那你长大了想做什么，理想是什么，他们这是想说，哦，那我们长大要去打工的，所以我觉得很遗憾了。他们的那些啊，哥哥姐姐都去了，爸爸妈妈也去了，他们大部分跟他们的外婆外公是这样在一起的，所以他们的不能啊有别的梦想了。我们协会的辅助学生是从1998年开始啊，以前全部是我自己做这个工作，一个人做了多久？也差不多5年了。拍照片是我做的，拍照片、整理名单呐、啊，对，翻译、还有邮递员。我们的钱是别人的钱，我们要管理的非常好的。每一年我们协会发300万，每一年都增加，帮助学生越来越多，加上帮助的学生的学历越来越高，所以学费越来越高。现在有二十几个大学的，还有将近200高中的，还有这些初中的越来越多。我在想，这3000多个小学生都上了初中，上了高中，上了大学，你的压力就更大了。对，好大好大的。协会的把他们提的钱全部用在学生的，我们也不，我们全部是免费工作，包括我在这没有一点工资了。那你靠什么生活呢？我就靠那些辅助的来这里看学生的，给我一些滞留费的，就靠这个生活。在你们帮助的这些孩子里面，大多数都是女孩，大部分都是有10%是男孩，这些男孩是孤儿，或者家庭是特别特别穷的。反正我们照顾是女儿，因为原来我10年前到这里的时候，一个女孩都没有在学校，他们全部是男孩读书的。城市的一个中学的学生自己做的蛋糕自己买，然后把这个钱送给大连中学的电脑，有10台电脑啊，每一台是4000块钱一台啊，是质量很好的。4万块钱人民币对于那些学生来说也是一个大数目，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的，所以他们很不容易的，所以他们的对这些学生是一定有很大的感情了。做的这个礼物特别好看的，好像是圣诞节老人来了啊。他对我的影响特别深，因为我们这里以前几乎都没有那些女老师的，因为我们工资比较低啊，有时候我也很想放弃，但是像我又
又想到人家是一个外国人能来这里资助我们这么多的学生，还有连我自己，我也有幸的被他资助了。后来我想来想去，我还是留在这里。要是能把我们这里的能学到的一点一滴的知识奉献给这里的孩子们。几年前呢，他爸爸刚去世了，后来他妈妈没有钱给他继续读书，他就来找我们。98年，当时刚小学准备中考。啊，然后家里面又没有什么，然后妈妈是干农活的嘛，什么都没有收入的，想努力学习，然后去找妈妈资助，妈妈就资助了我，然后就继续考得了一个那护士学校，在南宁那里，然后再继续读大专2年，然后他一直支持我到毕业。你已经考到南宁了，又读了大专，而且是这个护理专业，应该有很多机会的，是吧？对，是他想在这里，我也是很高兴他来这里的。对，然后还是回家吧，回家比较好。家里面又有方方支持我，在那里我也可以经常看见他。自从读一年级的时候就认识了，从读一年级，现在应该是9年了。方方资助我，继续资助我读书就已经很好了。你跟方方还一起去过北京呢？对啊，那一辈子也忘不了吧？不可能忘的，因为那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出到城市上，对。2006年4月，鼓楼村的一场大火，全村150户的木房子都化成了乌有。住在河对面的芳芳目睹了这一切，水深火热，痛犹不及。尤其是那座中国色彩协会刚刚修建的鼓楼也倒在了一片灰烬里。每次看这个照片，我还是有这种很心里很难过，所以我也是很希望来要重新建模。我希望咱们重新建模。我们协会在这个方面是帮助有限，可是我们也大概捐了3万块钱这样的给灾民的，就是当然是不够给他们做房子什么，就是也是一种安慰。看到他们现在就是2006年的火灾到现在，对，一年多了还是这情况啊，现在还没有办法做房子的。所以我看这个是很惨的。不过你们能做的还是继续扶助他们这些孩子。我特别关心的一个现在读初二的一个学生啊，因为特别关心他。我特别关心他，因为养他就是他的奶奶，他没有别人了，妈妈走了，爸爸走了，都不回来，很多年了。对不起。我们坐这里啊。到房子那一天，我不知道第二天早上有大娘的朋友告诉我，他和他奶奶他们在路边用一个塑料布躲雨一个晚上，整个晚上这样，他们两个，你看有多惨呢、啊、我不知道。后来有一些大娘朋友帮他们修房子了。当时也就你跟奶奶两个人了。爸妈什么时候走的呀？很久了。你记得吗？看。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很小，正好有这个奶奶，是这个奶奶也身体不太好了，也不容易的。他去买一些他种的一些菜才维持生活，也是很累的，照顾不是很，因为他没有办法。幸好他有一个很好的干爹照顾他耶。照顾。哇，这太不容易了。这是。自己干爹啊。他叫米西。你见过他吗？见过，他来刚刚来过这。对，上个月他来过。对啊，照顾他啊。还有个孩子。
好尴尬。我觉得不仅你在这儿，就是好多有好心人想要了解这些事情，他们根本不可能看得到，嗯，也不可能听得到。嗯，对对对，因为我回法国了，啊，你回法国了？嗯，回法国三个月啊，所以我啊，你有什么事情你叫他们呢？他们可以问我啊，啊。今天也是越来越冷了。嗯，对，所以可能需要，如果你如果你们需要买被子什么，你们不够钱，你啊，你去找去跟他们说啊。嗯嗯。早上只要不用吃太多油钱，以后你长大你还用。嗯，那早上要吃，你上课的也一定要吃的啊。一定要吃好啊。不是，他说现在吃多，以后你要用钱，到用钱的时候又没有了。那没有我再给你好吗？啊。好吗？啊，你要吃得饱啊，因为你读书呢，需要你的脑筋很灵的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吃不饱呢，你的脑筋太慢了，没有油了，是不是啊？嗯。海很下个，海很下个，特美福。芳芳和孩子们的歌声叩响了大山的心灵，是任何乐器都演奏不出的动听，层层叠叠在大粘河中激起了流水的响应，也反反复复地激荡着我的心。起初是伴着芳芳一起在苗山走进了一段段故事，而如潮涌动的人和事承载了关于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悲喜，慢慢的，芳芳或许也会在这大山中写就一个苗族的传说。挺有勇气的这么一个行为，但是我想除了勇气的背后呢，有一个对这个国家这个文化环境的一个喜爱，像他的事业一样，他觉得做起来非常的有意义，甚至要就下半生可能就要在那边活到老，他好像找到了自己的一种归宿一样。就是爱闹革命的，我是总干妈。每一年我们协会发300万，我们资助5000多个学生，整体80个村6个乡啊，3个县2个省，我们全部是免费工作。没有他的话，我可能在赶。讲他就是他的奶奶，妈妈走了，爸爸走了，都不回来。苗族文化可以说是一个世界的一个宝贝了，他们的文化很值得我们佩服的。他们自己说我们没有文化，我说你们这样说不对，你们是有文化，你们的文化是不是汉族的文化要失去了，如果你们失去你们的文化，那是世界上失去了一个重要的事情。苗族是很大的一个民族啊，差不多有1000万呢，1000万是比利时的人口的差不多了。所以我说我穿你们的服装住在这里，是因为我觉得你们也是值得佩服的一种民族啊。要知道一个民族的要最原始的生活方式的，才明白他们以前是怎么样的。想了解他们，必须到他们当中去，必须真的走到他们的村寨。所以要去最偏僻的、最不好走的地方，才可以知道他们
过去的怎么样生活的。在1999年拍的，那是大年乡的芦笙节。是啊，那么多的人，也10000多人参加，全部是穿他们的盛装了，也穿都市的，就穿他们最好的衣服，最好的衣服，最好的首饰了，就是那一天呢。你是不是只有你一个外国人？就是我一个外国人在那里，我跟他们一起走就。从一个村到另外一个村，就我真的是忘记我自己是外国人。你看我跟他们是一样的。刚开始的我是因为是做旅游专业的，我必须讲给我的客人一些解释少数民族的各种方面，所以我看了很多书，我翻译过很多中文的书有关少数民族，后来就提供一些啊，就是这些材料的变成我的第一本书的。他们的鼓楼是他们团体的一个象征啊，是他们的文化中心，是他们集合的地方。以前可以说是他们的学校，是老人讲一些有道德的一些故事给孩子有道德教育了。我们就是帮他们维修，现在可以还可以活100年了。所以很难想象，如果这样的一个侗族村寨里面没有一个鼓楼，那完全就是一个很大的文化的一个缺失。对，所以一定要看到这个村寨里面的鼓楼，看到了这个鼓楼还在，就觉得侗族的文化还在。最美的东西都能给展现给人看。对，一来这一看它的建筑，然后一看他们身上穿的衣服，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。对。可是他们不重视文化方面，所以我在我们协会里面我也是很斗争的。对，因为他们很多反对了，通过我们的大会的选举，我们就也可以有这方面的项目了。本来也不是很小的规模啊。我有时候也想放弃的，因为我们做这些事情也不是很大的。很有意，反正没有很多人感兴趣的啊，所以很难做的。当时我还在北京工作，有一个北京一个年轻老板呢，他因为他听说我在这里做的事情，他想捐一个学校，你们不要说我的名字啊，这是我这有一个要求，就把这个学校称为花儿小学。花儿小学，花儿小学，名字，就叫响堂花儿小学。响堂花儿小学，花儿都在这里了，花儿都在这里，每年都有花儿在这里。年年都有花儿在这里，花儿越多，就需要更多培育的人。而芳芳的根并不在这苗山里，她却在这一方水土间耕耘出无限花儿。伴随着花儿们清澈的歌声，层层梯田映衬起这一双紧紧拉在一起的手，牵手的人也将他们的生活紧紧连在了一起，连在了苗山里。